在今天纷繁变化的中国，每个人都在竭尽所能寻找幸福。有人说，他在别人认可的目光中，在一些叫做地位和金钱的东西里，但为了别人眼里的成功，我们被迫放弃心灵中一致的价值。当追求自由的心灵在历次所谓的运动中被消灭殆尽时，茫茫人海，凭着良知而获得完整幸福的人，便成为中国稀有的物种，无法让人相信它的存在。今天，我们为您找到了前中国国家男篮名将陈凯，作为这稀有物种的一例，为您讲述他寻找真实存在的幸福的故事。奥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也是一个主张，它强调了发挥每个人的这个天才，每个人把他的天才充分的发挥出来，去在一个公平的环境里去竞争。人类社会就应该是这样，不要压抑每个人的天才，每个人天才应该充分的发挥。你这个人有这种天才，他那种天才，这不是不公平，这是非常公平的。你说你姚明身高有2米30，那么你身高是5尺，那么你就不能，你打球肯定打不了他。这个并不是上帝不公平，上帝非常非常公平，他有他的天才，你有你的天才，你发挥你的优势，他发挥他的优势，在不同领域 去竞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如果人们都能进入一种奥运的精神里面，人就真正的能够进入一种公平竞争，进入一种平等，人人皆兄弟的一种概念，就是说我们并不在种族上、文化背景各方面去歧视其他人，我们在一个公平的环境里面竞争，比高低。今天这一次我输了，明年我不一定输，下年对不对？这样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非常我对奥运是非常支持，一直支持。而且我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的话，我希望会成功。很多运动员有优异的表现，能表现人类精神的伟大，表现人的天才，表现人对未知的冲击。每一次的世界纪录的刷新，都是对人类自身限度的一个冲击。奥运会本身的精神是一个非常正向的精神，是一个个体争取自由的精神，但是邪恶的政权想利用奥运会为自己的非法政权取得合法性，同时在这个时候呢，腐蚀全世界人的良知，用这种在一个专制社会所举行的奥运进行一种灵魂上的侵略。在当时美国所送到德国的这个体育代表团里有2名犹太裔的运动员，当时在德国的纳粹专制政权的这个强烈抗议之下，美国的体育代表团出于自己的懦弱也好，道德的混乱也好，就驱逐了犹太运动员在体育代表团之外，这是对世界上所有这个有良知的社会一个借鉴。希特勒曾试图利用奥运会为他的种族主义的理论奠定基点，但是奥运本身的自由的精神打破了他这个东西。Jesse Owens， 美国的黑人短跑运动员，在这个运动会上取得了4枚金牌，希特勒拒绝跟他握手。人们用自身优异的举动，打破了一种种族主义的一种
谬论。我发起这个运动是想把奥运的精神真实的表达出来。奥运的精神本身是自由的精神，我想用这个自由山能够进入中国，在奥运期间能够进入中国，告诉所有的中国人也好，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也好，到中国去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也好，旅游者也好，运动爱好者也好，他们到中国去的时候，并不是给中国的政治，或者是中国的这个非人的这个政治和一个非法的一个政府站在一起，而被他们所利用。你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穿上这个奥运衫，或者你到在比赛场上穿上这个奥运衫，或者你在旅游的时候穿上这个奥运衫，你向世界的人证实，你跟中国那些爱好自由的人站在一起。你并不是跟专制站在一起。即使你参加这个奥运会，你是作为一种非常道德的立场去参加这个奥运会。我去参加这个奥运会的话，我是用我穿上这个奥运自由衫的这个举动，告诉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人，我是为了自由而参加这个奥运会，而不是为了专制而参加这个奥运会。如果能够穿上这个运动衫参加我的跑的话，他一定在道德上做出重大的选择，同时也承担了相当的风险。当然有些人在 email 上或者是在我的论坛上面会写东西来骂我，会侮辱我，我不会被这个所吓倒，也不会认为这个东西就代表中国的未来。我认为我代表中国的未来，我认为我们这些有真实的这个道德理念的人代表中国的未来。即使我们现在是少数，即使我们现在只有几个人，即使我们只有这几个人在默默地进行长跑，穿上奥运衫向所有的人解释中共政府的罪恶，向他们暴露中国政府的这个罪恶，包括对法轮功的迫害，非法的移植人体的器官，贩卖人体器官，对基督徒的迫害，对西藏喇嘛的迫害，这些现象都说明中共政权目前也是一个非常虚弱的一个政权，非常虚弱的政权，它需要奥运会来为它做一个所谓的假的道德的一个支撑。就说哦，如果全世界的人哦都认为我们可以有资格搞奥运会，那我们肯定是合法的，我们肯定是道德的，不是这样。所以我希望将来的国际奥运组织也会定一个规矩，定一种法律，立一个法，就说在世界上没有进行选举产生的政府，没有资格举办奥运会。我从台北郑南榕纪念馆起跑，经过8公里的跑到了台北的自由广场。自由广场那有一个牌坊，我把它叫做自由门。在冒雨跑过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自由门的时候，我当时掉眼泪了。我就真的在一个说中文的人的环境里面，居然有一个自由的社会，崇尚自由的价值。我希望将来的天安门广场能够有一个自由女神的像，而且把天安门广场重新命名为自由广场。今天是在1936年的奥运会场景，当时，我想希特勒应该是从这里走进来，就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一个镜头。所以我从这儿呢，我要跑到柏林墙。那就是说，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就是从一种这个
道德的混乱和道德的腐败，我要一直走到道德的清晰，走到一种道德的勇气，你知道，由于这种道德的清晰和道德的勇气呢，导致了德国的人民，德国的人民，他们能够推翻这种专制政权，你知道，导致柏林墙的垮台。完成这个跑步以后，我觉得非常非常感觉是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将来有一天，等共产政权垮台以后，那么在中国的大地上也会建立一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会纪念所有在中国受害的人，我觉得，千千万万的人，无名的人，没有名的，无辜的人，我觉得我今天到这儿来，我觉得很有意义，但是我觉得，也很激动，但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记住，有一天，人们会从专制达到自由。在那一天的时候，我会回到中国去，也会跑一个自由长跑。那么在那个时候，会缅怀所有在中国被共产党迫害的人，而且无辜的死亡的人。我觉得有一天，这一天会来到，而且很快。人权圣火跟我这个运动几乎是同时发起，这是不谋而合的一件事情。当这件事出来了以后，我马上就感到它在道德上是跟我一致的，尤其是在今天非常缺少在中国的运动界里能有一些正义的声音出来。中国前运动员们、前教练员们几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谴责中共，或者对中共的今天的利用奥运会为自己的合法性做举动这样一种邪恶的现象做出任何的声音都没有。我觉得如果他们没有，我应该站出来。 I dream one day I will bear the torch of freedom and climb that great wall. On that great wall I raise my hands in joy, in exaltationIn the final expression of deliverance. Free at last! Free at last! Thank God Almighty, we are free at last!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你为什么要去做奥运自由山这种事？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那么我对这些人的回答，也就是说，这个也可能是一种上帝的呼唤，也可能是一种良心的呼唤。这种呼唤也就是说，当我意识到我真正的自由的时候，我也意识到我真正做人的职责。当我意识到我是一个自由的、幸福的人的时候，我更不能容忍在世界上有这种奴役人的制度、奴役人的社会存在。因为一个自由人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去奴役别人，也绝对不会允许别人奴役自己。一个奴役的社会，一个专制的社会，往往是奴隶们去奴役其他人。一个被奴役的人，一个不自由的人，
他奴役其他人、虐待其他人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我当意识到我自己是个自由人的时候，那我就觉得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有德不容辞的责任。在道德上，我要看到就是说世界上这个有不公平的现象，我就要站出来。这包括在美国也一样，参加陪审团啊，我看到社会上有不公正的现象，我去参加一些活动。一个自由人绝对不是袖手旁观的人，一个奴隶会受袖手旁观。英文里的 one in the million 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很少的人会做这件事，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说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只不过是 one in the million 里面的一个，你知道吧，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他做了一个很不普通的事情。这个用一个一比十亿的概念去解释的话，同时也用人生的意义去解释，也就是说，当你认识到自己存在的意义的时候，你真正的已经完成了一件你人生最重大的、最重大的一件事。十亿个虚无，它的价值永远比不上一个真实的存在。如果一个人是真正追求自由、追求幸福、追求真理的时候，他不会考虑那些没有价值的人的鉴定，或者没有价值的人对他是什么样的看法。你说有很多人根本他在生活中就没有什么价值，他会说啊，陈凯，你搞这个事儿，你是不是想骗钱呢？你搞这个事儿，你是不是想有名啊？我有过名，我也根本不在乎这个呢。但是你搞这个事儿，是不是你想想出风头啊？他们说这些话，就正是他们不知道我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他也不知道我的价值。英语有一句话是 I'm only one, but not alone. 我只是一个人，但是我并不孤独。因为我知道我跟真实的理念站在一起。也有一句话在讲什么是多数。如果你跟一个你的良知再加一个真，你的良知加上你个人就是一个多数。有这样一句话，可是我觉得说的非常非常深刻。所以不要考虑这个在生理上和肉体上的多数，要考虑在理念上的多数，所以在道德上的多数。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如果你能够走到这样一种精神状态里的话，你不会想太多。我非常感谢我的妻子，他说我为你感到骄傲，并且我非常欣赏你。我听这个话，我就觉得这已经够了。对我来说的话，我所得到的东西已经太多了。以前想过一些东西，我也想，是不是我被上帝诅咒了，让我经过这么多东西。我现在认识到我是被祝福的，我是被祝福的，所以我现在心里非常坦然，非常坦然，没有什么。就是说内心的折磨啊，或者是恐惧啊，害怕呀、啊，害怕一个人呢、啊、走这个路啊，甚至我想过，就是说，也可能我到一个城市里，陌生的城市里头，决定在那儿跑一下，没有一个人都会出来，那我就自己去跑。可是我觉得，甚至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我都会觉得非常伟大。我希望人们在生活中不要放弃自己的这种未来的憧憬，对希望的那种渴望，对自由的那种追求，千万不要放弃，坚守你的信念，一直追求，付出你的代价，你不会失望的。当你得到自由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所得到的大大大大大超出你所付出的，是非常值得的一个追求。我也希望所有的这些，尤其是在中国生活的人，经常处于一种悲观失望绝望的一种状态。有很多人说我的中国人生活在一种叫做默默的绝望的之中。默默绝望就是说他每天也都在说话，也都在吃饭，也都在，但是他内心没有一点希望，他是只是一个肉体上的一个存活，肉体上的一种活动。
你要真正的消灭这种内心的一种绝望，内心那种默默的绝望的时候，就要付出代价，就要把你的眼光放在这种永恒的追求上面，追求这些价值，不要怕，付出你的代价，这个代价是非常值得的。当你得到了以后，你就发现你付出的东西是很少，你得到的太多了。我今天出来只不过就是告诉您这一点，就是说如果我可以自由，如果我可以有尊严，可以得到幸福，你也可以。